好，大家好，又开始种我的多肉了啊。那这个头盔棚还没种，那家里又有比较多的多肉，不知道种在哪里。这株这三株都是那个璀璨，啊，准备再种一个拼棚啊，用这个大头盔呀、啊，种一个拼棚。不知道能不能种好看的啊，很漂亮。这边哪一株大雪啊？还有什么呢？好像种不进去了哈。这株这里再来一个大雪，可以这么大的插进去，很插得进，很插得进去，插进去哈。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，现在啊，白搭，啊，只有两种啊，没有多种多一些品种。这个头可能还要剪掉，你看坏了，这个头要剪掉啊，要这样子。真想把乌木也种一种进去，种不了了，种不了了啊！现在先给它铺面石，铺面石画好，看一下哪个地方还可以补的。又换车了，又换车了。哎呦呦！这要拔高一点，为什么啊？你下面还有个头，不舍得啊，被埋住了，怎么样？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懂种啥了啊！现在种小盆的啊，大盆的种好了。现在种这些乌木啊，乌木刚才忘记了，给它拼一个，那算了。还有雪滴子、雪燕，还有啊，哥们，还有雪花，还有那酸橙辣椒，还有株这株是啥？粉女郎，粉女郎，这个呀，还有这么多啊！现在我要拿这些。猫眼棚给大家种了，那土不够，还要拿土来一点。
白的。不够，我要拿出去了，等我。放进去，可以的。哎呀，乌木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这好像太小了哈，放进去，这好像要给他那个哪个拼棚哪一个，啊，插一个，哎呀，插一个棚啊。你看，先都封好了，插一个，这个哪一个？说这个不能种的，可以种两个。这个很不好啊，这个。暂时不用，再说，先给铺面石。那我这个虎符这个还没动，哎呀，感觉这两株啊，现在给它铺面石了啊，这样莲花做的多肉啊，就是放进去铺面石压一下，就等着它自己去长根了啊，简单，快种好，一盆了。两盆了，三盆了，四盆了。双层辣椒啊，这个要给我记住。这个根还比较长哈，旁边都又爆头了，哇，螺旋爆头，两个爆头就爆头呀，
好，现在只剩下这一株给你，送给你，要不要？啊？种在哪里？只剩下这一株了，这一株种这里，可惜的哈。可惜的，先插在哪里？寄养在哪里？那就种在这里了。种就种。还有啊，不是刚买回来，后面还有很多，种头的种，把这些断枝啊，寄养在这些盆盆旁边，以后也会长很好啊。就是这样，种多肉就这样子的哈、啊。哎呀，什么都不舍得扔。哎呀，这里还有，寄养在这上面，不要浪费掉了啊。都能长好啊，那就这样好。今天又种了啊一盆大头灰的啊，有三株那个璀璨，还有那个大雪，给大家拼盆，还有一些小盆的啊。这个是双层辣椒啊，乌木两株，这个是粉缕兰，这个雪滴子，这个两株是雪花啊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